来看另外一站交通意外。今日伫新北的八里有一场脚踏车比赛，有一个菲律宾籍的选手透早骑车要去会场的路里，煞去予一个食酒赛车驾驶弄到，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。迄、那个弄到人佮落跑的驾驶，警方已经抓到人。一名单车骑士因参加双主场伦霸西滨自行车赛，于前往集合地点八里区廖天地庙前，遭自小客追撞，经送医后伤重不治。肇事的自小客车驾驶弃车逃逸。这个选手一透早就准备去八里的廖天地庙集合参加脚踏车比赛，不过一个菲律宾籍的查甫人去予食酒赛车驾驶弄到不幸死亡。一个驾驶酒测但是超过0.25毫克，防肇危险、公共危险、肇事逃逸、过失致死等等的罪嫌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